我们今天要进行双帅对决，欢迎佑辰。大家好，我是港湖佑辰。吴臻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臻。佑辰要 PK 什么呢？棒球。吴臻，我要跟佑辰挑战羽毛球。一二三 ，Go！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穿紧身衣来打羽球。一开场就呛起来，无党籍吴臻、民众党陈佑辰，第三势力两位帅哥抢攻北市，先礼后兵。有时候肌肉中看不中用，佑辰都顾着拼事业，应该没有运动吧？这记好球，你来我往，双方进入最终战。再来一次，嘿，哇！佑辰，看来你实力不过如此。不过这毕竟是吴臻先挑的拿手项目，主客场换人当，大家下局走着瞧。看看这 Kuse， 平常就爱打棒球的陈佑辰，当然有点过。哦，球来就打，没客气。哦，这个有。两位男神拼了，或许也像2022选战，吴臻或现任松信区议员瓜吉力挺接棒。过去学运时，他就因为高颜值创造话题。陈佑辰则是多年来担任黄珊珊助理，这回要力拼港湖区第三势力强攻北市，但两人都得面临蓝绿假杀。第三势力其实没有什么装脚，那只能靠双脚，就很像今天运动一样。好好认真，比较当成是跟自己的赛跑了，就不会太担心说，别人是不是会夹杀到这样。都说平常心就好，不过 PK 运动总得有个结果。我们 PK 大战结束，吴臻打到大概打到了七八球。佑辰呢？比他多三球啦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平手。明年再战，明年再战。我们要不要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心里？好，祝大家事业有成，祝大家虎虎生风。TVBS 新闻刘玉君、李泽恒台北报道。事事待发，凡事如虎添翼，事事顺利。祝大家2022男生威风像老虎，女生可爱像小猫喵。2022大家要成为一个 fighter， 因为今年大家都是 tiger。哇哦！茄子蛋、午间情、高尔宣，19组大咖亲笔祝福，快上 TVBS 官网抢啊！